嗨，今天呢，哎呦，有点红哈、啊，一身红。祝大家对，先祝大家国庆快乐。但这条发出去的时候，应该已经过了国庆的假期了，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玩的怎么样呢？反正呢，我要冲工作了。我这三天呢，接下来这三天，今天是十月二号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要去我的音乐节，连续三场的音乐节，然后我就准备想回家放个假。现在已经准备去第一场南昌，南昌的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来了。Later， 今天我们从北京出发的，还有我的乐队老师们，对，因为他们就多在北京待了一天，嘿嘿，我带你们去看看他们啊，在这里，嘿嘿嘿。孔哥在后面，给孔哥在这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赶飞机了，再见。准备飞了，南昌见。要求他空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到了我出了机场，准备去酒店 go go。 OK， 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在车上了，收到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一个什么美食合同，它真的太用心了，这个有点太用心了。给大家看啊，我天哪，这个就我救命了，真的，这我之后来南昌，我带着这个就行了呗，都吃。哎呦，意思就这些，兄弟，真的是，我的妈呀，他把每一个，天哪，电话都写上了，我的天哪，救命啊，大哥，真的是，用心了，太谢谢你们了，不是大家都很用心，但我看到这个，我真的懵了。应该看看，是，哎呦我的天，这我以后带朋友来玩什么，带家人来玩，这都带这个就够了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这份合同生效，我签了，谢谢。那我们南昌，这是我三天的第一站，南昌，我们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现在是彩排。带走吧。
包的是吧？这是十包，就是那个汤瓦罐汤装慢慢吃，再一个瓦罐汤。那这个打包？这个吃。咋喝了？这好吃的还可以，好吃，可以了。我觉得这边肥肠也好吃。哦，你这是肥肠吗？这都是你的。那我说这个给你，你不要。哦，你这好好吃啊，大哥，你这好好吃。我这好吃吗？你这好吃。我们再来点。好吃。这个也非常好喝，这个汤看一下，里面鸡蛋跟肉，鸡蛋蛋，真香，这真香，南昌好吃的真的好多。好好喝，这样真的可以，哇哇，太好吃了。Tomorrow。